狮子座流星雨。我明白了，狮子座流星雨40年一回。对，妈呀，我媳妇儿太浪漫了，媳妇儿太，哎呀，这个地方好啊，看看流星雨啊。对，太好了，那你占着地方，我去把儿子抱过来去。哎哎哎哎，我刚把儿子哄睡。那咱儿子不就看不成了吗？40年一次，等咱儿子再看的时候，他都40了，领他自己媳妇儿、咱儿媳妇儿来看不就得了吗？这心让你操十岁。也是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媳妇儿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干啥呀？靠边来，看流星雨不得浪漫点啊？讨厌。哎，小美丽，你快点，你快点，你快点！哎呀，我天哪！非得拽我来小花园干啥呀？你说要看流星雨的话，在咱小区那个楼顶那个大天台，那视野多开阔呀！小米粒儿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我把咱们全小区的地形勘察了一遍，观看流星雨最佳的地方就是。干啥呀？是不耽误你俩那啥了，亲热了？啥意思？你俩干啥来了？看流星雨。请你俩上那边看去吧。啥意思？啥意思？挺会选地方啊。这是最好啊。这是观看流星雨最佳的地方啊！我已经站上了，这是我的地盘。哎呀妈呀！你还要不要点你的大脸呢？写你名了啊？这一片都是咱小区的公用地方。没写我名，我搬砖头了，我先站上的。等会儿，王天，我问问你，来，我问问你啊。你搬这一堆破砖头子干啥呀？我盖鸡窝呀，咋的？妈呀，你要盖鸡窝呀？啊，咋的？哎呀，你太有才了，物业吗？哎，王小倩啊，要在咱们花园的正中间盖个鸡窝，什么玩意儿？罚款呢？罚多少啊？妈呀，罚那么多呢？哦，行，接个电话来，那个。我现在就给鸡窝搬家，那个小米粒儿，走，快走！我不走，我说你啥事儿能干明白吧？估计现在天台都让人占满了，我呀要跟我二姐不在这儿看了，你走吧。二姑，叔，你俩咋这样呢？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和小米粒单独相处的机会，你们这些已婚人士就不能体谅一下我们这些未婚青年的感受吗？就不能让着我们小孩吗？哎呀妈，王小倩，你咋那样色儿的呢？啊，我跟你说，40年一次的流星雨呀、啊，等下次我跟你二姑父都70了，那你这晚辈就不能让着长辈吗？对，晚辈得让着长辈，不让就不让，让。二，你说的对，就得让长辈。在这里我最大，就得先让着我。哎，大姐、啊、你来干啥来了？看流星雨啊，40年一回，这就是最好的有利地形，我当然得来了。不是我不让你啊，大姐，你看吧，看流星雨我跟钱顺风准备俩马扎啊，人王小倩最不济还准备两块砖头。你带啥来的？一身肉啊。大姐，以后占地方得带装备啊。好嘞，刚子来了，让开，别碰了啊！来，让开。我的妈！来，媳妇儿，帮我接一下。哎，好嘞。咋样？这装备够不够？我的妈！猴子，你是猴子，大姐夫。哎哎，都来看流星雨来了。啊，这么晚了，渴不渴呢？渴呀。喝点水，来，拿着。我也来一瓶，我也来一瓶吧。自己拿，哎，自己拿。哎，我看看。哎呀，没有了，这颜色还不一样呢。哎，啊，我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哎呀，7种颜色呢。告诉你啊，富如七彩矿泉水。哎呀，我特意选的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好喝不？你喝着七彩，你看着流星雨，那老斑斓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哎，情况是这样的，刚才我可都听到了。嗯，二米说的对，是吧？得按照这个长辈啊往下走，对，大辈在头里，在这里边，你大姐夫我是最大的。谁？你是你老大。哎呀，来，哎，我是老二。谁？你。我在这儿。我是老三。我。
我啥也不是，我坐这儿，我挨着你。哎呀，姐夫，哎，你溜达啥呢？你坐哪儿啊？我坐哪儿？我这不是我的标配吗？这大姐夫，你一点都不懂事儿。咋的？我们挺好的 WiFi 信号，让你全给打乱了。是你这。信号强迫，强迫。来了，那我看您休息啊。这流星雨咋还不流呢？对呀，什么雨？等啥呢？哎呀，大姐夫，昨天晚上我都看了，看电视，天气预报说呀，今天这个流星雨啊，大概是11:30左右，还有一段时间。哎，一会儿那个流星雨来了以后，不许吵吵啊。你俩啊，小声点，明白不？别影响人家休息。说你俩到了。哎呀，来了！哎呀，哪儿呢？哪儿呢？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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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！你吓死我！你呛着我！你知道吗？我正喝着水，你呛着我！你范爷、范奶奶来了。谁？哪儿的？哟，爸妈。哎呦，爸妈咋来了呢？这么晚了，咱都不在家，肯定来找咱了呗，叫咱回去睡觉呗。啊，这样。咱藏起来，藏起来，行行行，藏起来，快点，我的水，踩了我的水，快，老伴儿，快点来，跑两步。哎呀，老范田，哎呀，你瞅瞅你，你说这就看个流星雨呗，你呼哧带喘，你跑啥呀你？你不着急来占个人地形吗？你妈占啥地形啊？这不都让人占着了吗？啊？那咱往前点，往前点。啊。搁这儿啊？啊！你这话叫你说的，人家搁这都站好了，你搁人家前边，你大脑瓜子不把人家挡上了？我挡他们啥呀？你看他们啥装备呀、啊？破砖头子，破马扎子，这啥玩意儿？这装备太落后了。看咱这个。哟我妈呀！看见没？咋？好赖不说，超薄的。看见没？看流星雨知道咋看不？啊，坐着看不行啊，这玩意儿得躺着看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老范头啊，你多大岁数了？你说这地冰凉的，你着凉可咋整？来来来来，坐这个坐这个，快起来起来来，坐这个，哎。哎呀，坐这啊。流星雨。哎呀，这咋马扎上咱家了？嗯。这天儿。云层挺厚。啊。不是你搁这比比划划干啥呢？像你挺内行似的。当然内行了，流星雨我专门研究过啊，几十年有一次奇观，每次几点来几点走，从哪个角度上看啊最好看，我专家。拉倒吧，你可别吹了。哎，那40年前你叫我出来看流星雨，那家从半夜等到亮天呢，那也没有那个流星雨呀。啊，你说40年前我晚上把你约出来那回啊？啊，那天晚上根本就没有流星雨。啊，不是没有流星雨，你叫我出去干啥呀？那时候我不追你吗？然后就是约你出来上公园，你说不去，看电影你不给我面子。哎，我就发现你对这个自然景观挺感兴趣，然后我就说你那天晚上有流星雨，约你出来跟我看，你咬钩了。我行行行行，你坐下吧坐下吧。哎呀，这提起40年前的那天呐，那天可是老冷了，当时你叫我出来，我说我拿个毛衣外套，你说死不让，那家伙那天下晚把我冻的呀，哎呦！要不是冻着你，你能往我怀里钻呢？暖和不？当时啊，是挺暖和的，可是你说你这大体格子。那家把我搂的实实撑撑的，我都上不来气儿了，你都。你不使点劲搂，我怕搂秃噜了。要跑了呢。老东西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当时那是我愿意，要不然呢，你这体格再有劲，你也搂不住我。哎，别说，当时啊。我还真感觉到
挺幸福的。我当时要是知道你感觉挺幸福，我就让你带件毛衣了。老头，哎呀，打那天起啊，咱们俩就黏在一起了。就因为那天晚上我的一句谎话，你一直陪着我坐到天亮。要不是那句谎话，我能把憋在心里的话掏给你吗？到今天咱能有三个那么优秀的女儿吗？啊，闹了半天你是骗子啊，你个大骗子。老范头，我可跟你说好了，你要是骗，你就得骗我一辈子。老范儿，你记住，我下辈子还骗你。没穿毛衣冷不？啊！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多云呢，恐怕看不见流星雨了。啊，那还扯啥呀？走吧。那赶紧的跟爸妈说一声，别让老两口给冻着了。对呀、啊，不行，等会儿。40年才来一次流星雨啊！40年后，咱还能看到流星雨？不是，那咋办呢？那不是你有啥办法啊？流星雨也没有啊，今天。不行。我跟你说，说啥，咱也得让爸妈看到这个流星雨。咋的，赵刚子？流星雨归物业管了？啊，你物业副经理能把流星雨给招来呀？不是，顺顺，你没听说吗？40年前，爸妈就因为这个流星雨，两个人相爱了。啊，这是爸妈人生的一个梦。啊，我告诉你，咱说啥也得帮爸妈把这个梦给他圆了。咋圆呢？这么着，你们都带着手机呢吗？带着，拿出来。都调好啊！把调到那个手电筒那位置啊！手电筒，街坊邻居们，你们帮帮我爸妈好不好？你们一会儿都把手机拿出来，然后我说一二三以后，你们把手电筒都打开，好不好？我谢谢街坊邻居啊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准备好了吗？拿出来啊！一、二、三。老伴儿，流星雨来了。